不要再追我！给我六块。哦，你很烦呢。那就叫你还我。哦，再追我就要死在路上了。快点，还我六块。你在干嘛啊？啊，上课时间了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啊，老师，怎样？他偷了东西。他偷你什么？你说。你要知道。说他偷你什么？快说。偷我的六块鸡。老师，我有点不懂儿，是六块炸鸡还是六块鸡？六块鸡。看起来是被偷走了。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是怎么偷的？你用了几种方式来偷它呢？我用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、五种。哇塞，你用了五种方式来偷！哇塞，太强了！哎，你们两个，记不记得老师曾经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教过你们？教什么？那首歌叫做《韩国民谣变奏组曲》，记得吗？哦，记得。他把同样一段的阿里郎的民谣旋律变奏了五遍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，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由此可见，韩国人真厉害，不只会变脸、变身材，还会变奏呢，是不是真的很强啊？哎，所以你找到六块鸡了吗？还我六块鸡！哦，这两个学生上课超不认真的。哎，那老师我接下来考考台下的各位，上课是否有认真哦？来，随机抽号，随机抽号，抽到号码呢，请站起来大声认真的回答，有奖品，有奖品。来来来，第一个幸运儿是拿起你的票根来对，快点，各位拿起大家的票根来对对看。第一个幸运儿是 G2153-6206 十六排的十一号，这位朋友挥一下手，十六排的十一号在吗？在吗？在吗？十六排十一号是谁？是那位？是你吗？十六排的十一号，那我来问问题喽。刚刚被偷走的是吗？是你对不对？刚刚他被偷走了什么东西？哎，请他们不要乱录。他被偷走了什么东西？大声的说。哇，好棒哦！给个掌声。你等一下可以收到我们精美的礼品哦。音乐会结束之后来前面这边登记领礼物，跟那个登记一下你的名字。今年的礼物超精美的。来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是谁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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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江江就是你了。是一样的，不一样，颠倒。十一排十六号是谁？十一排十六号，挥一下手。那我来问问题喽，我来问刚刚上半场的问题好了。妙成啊，有一个，你们看到一个那个女学生的头发，光滑溜溜，那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姐姐没有认真听音乐会。那个是什么？快快，我听说你说快。叫慢声。没错，掌声耶！来，音乐会结束的时候记得来前面登记名字跟你礼物哦。等一下还会有奖征答，大家要努力，张开耳朵仔细听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由陈一夫老师指挥带的韩国民谣变奏组曲，等一下大家会听到很熟悉的旋律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接下来表演，耶、yeah! ！